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两个及格的爱马仕手包。及格它的定位呢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它像一个大钱包一样，也不像很正式的那种公文包那种感觉，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能用到它的还挺多的，你不需要准备一个大包拎出去用，然后可以很方便的拿走。印花粉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介绍过很多其他的包款，因为这个粉色也是比较能抓住眼球，比较能吸引人的一种颜色。那这款呢，皮如果熟悉的话能够看到Epson 皮，然后它的做工呢也是非常好。我对比了这两个手包，然后它们的做工，包括哪个部分是用两道线双层线去缝，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只不过呢，这个因为是全新的，可能给人的感觉会更好一些。那这款全新的 EQ 樱花粉大号的及格，它的配件有什么呢？防尘袋，当然它不会配锁了啊，有防尘袋和它的羊毛布，所以说非常非常新，不买的话等于是全套可以拿回家。那它的价格是26500块，26500块的标价，如果有喜欢的可以私信我来询底价。另外一个刚才介绍到的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？是它的羊切皮的材质，那是羊皮，然后呢但是又不是整张羊皮，它是羊皮压在一起之后切下来的制成的一块皮，来完成它整张皮的这个结构。我们看到从这边一直过来，那这个呢是羊切皮的拼色手包，手感呢我觉得比这个Epson 皮要好一些，对，可能各有所好，我觉得这个更有质感一些，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比较容易脏。中间有这个爱马仕常用的 H 的造型，对，好，然后通过这样来打开，这是它的里面。这款包的标价是23800，比这款要稍微便宜一点，当然如果想询问底价的话也可以私信我来沟通。哎呀，昨天回去之后啊，累又休息不好又睡不好，然后又剪辑视频，今天起来是腰也疼，腿也疼，屁股也疼，脚也疼，你这身体可不如从前了。这个是一个小朋友的，我还没买，如果学得好的话我也去买一个。心态不能老，人老心态不能老。这么难吗？总是跑偏，听话。还好一些。
我们的少年时代，我都快步入中年了。好像没有想象那么难，就是今天有点热，想试试那种小滑板，没有这种，它这个可以左右转的，会觉得控制平衡稍微有点困难。我觉得学的还挺快，还不错。